老外这霍霍手机的本领简直无人可敌，不是用切割机一顿猛锯，就是从几十米的高空丢下。你瞧，之前就将一部崭新的 iPhone 11放进水盆里冰冻了一天一夜，随后来到50米高的楼顶，毫不犹豫地把手机扔了下去。当冰块接触到地面的瞬间，虽然碎成了冰渣渣，但手机却毫发无损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手机怕是用铁做的吧。有了成功案例，老外便越发大胆了，今天又打算用结晶糖测试。说干就干，将一大袋白砂糖倒入锅中，并加入等比例的水，待其融化成糖浆后再倒入玻璃罐中，接着便拿来新买的手机，在背面撒上少许白糖后便一把放进了糖水里。几个小时过去，手机外壳已经镶满了结晶体，随后便来到户外，将它放到无人机上，操控着无人机飞到30米的高空，开关一按，手机就哐当一声砸在地面，瞬间粉碎成糖渣。当小哥捡起手机查看时，也是欲哭无泪，这手机竟被摔出一道口子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估计以后再也不敢作死了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